一位神秘的嘉宾。没错，他的神秘嘉宾非常年轻，有才气，是，也非常认同公益，是，那也非常听我们公益呈现。没错，所以今天到底这位神秘嘉宾在哪里呢？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台彩春节代言人金钟收料主持人 Sandy 吴湛如，掌声欢迎 Sandy， 欢迎。那我说这个 follow me 听到很熟悉了，是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刚才车上等了一阵子，希望大家都有专心的听我们蔡总介绍，因为台湾彩券今年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诚意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加码买到好的彩券，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过年过得开心，中头奖。是，所以今天 Cindy 来到现场去当这个财神爷的角色，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，他也有一些很棒的发财小 tip 要给大家哦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跟 Cindy 询问这个小 tip 之前，我们先来问问蔡总。刚蔡总，你迫不及待要生日就不会中，但是如果能往前一号或往后一号，就很容易中。所以我就发现，大家不要单溺于只选择自己习惯的那个数字，因为这个时候墨菲定律就非常非常的神奇。有的时候你越觉得这个号码就是我的号码，不行，你就要往前或往后一号，反而中奖几率会很高。这就是财神爷非常调皮的地方。哎，大家有没有下红包进账喽？嗯，是。那除了Cindy的分享之外，想问一下蔡总，2月16号，事实上，这个春节大红包是总共有15天。那我个人的推荐是，因为买一张可以兑2个奖项，也就是原来的1元以上的这个奖项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加码的百万奖项，360组，100万。那是加开9个号码，只要对中6个号码，就有机会把百万奖项赢回家。所以有2个，一个叫做加码全餐。所谓加码全餐，就是因为总共有活动期间总共有15期，所以不要放弃掉每一期的机会，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中奖的机会，期期都有机会啊。这个是一个加码全餐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进阶版7连碰的全餐，7连碰全餐就是7个号码，可以挑7个号码，因为6号码就中了嘛，那总共会有7注，那每一期也都是7注，一样是连满15组，当然了，这个地方也呼吁了，我们买彩券，那我想还是要比较自身的财力，那我想这样子才会利己又利人。是，所以呢，这个蔡总其实传授秘籍，最后也请蔡总能不能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如果要把彩券包进我们的红包里面，今年有可以怎么包，数字又漂亮又可以中大奖呢？好，今年我想大家也很习惯那用彩券来当包红包，包红包蛮有趣的那可以这样子包2个方向，第一个方向是从高头奖的组合。第二个方向是从中奖率高的组合，比方说，你这个可以高头奖的，你有600块钱，那我们有2021，这个赚翻天，它的头奖就是500万，面额200块钱的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财神报道，100块钱，但是它的头奖呢有到80万，或者是你要包一个2000块的，比方说。超级红包2000万，对，这次2000万超级红包那这个奖项头奖就非常多，而且有到2奖，甚至到100万的奖项。那高中奖率的呢，就挑中奖率比较高的，那50%以上的，比方说像我们的金牛奖，它就是100%的中奖。对，金牛奖每一张都会中奖是，每一张中奖率都是100%。1000万的行大运，哇，这中奖率也都到70%，那我们的2000万超级红包。也多到将近70%这样子的一个高中奖率。是，所以今年度大家可以看到，所有这个包红包的秘籍，今天都直接开放给大家知道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请大家再次掌声，谢谢蔡总以及 Sandy 的精彩分享喽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左前方的平面，谢谢。那后面的电子媒体们，请稍微等待一下，谢谢你们。这次呢，今年好运来，过年就要买彩券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来，有请蔡总跟 Sandy 右手边，谢谢你们。好，给右手边的媒体镜头稍微捕捉一下。好，右手边，请看一下右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电子媒体，来，有请 Sandy 跟蔡总，我们看一下上方右手边的电子媒体。
对，这一次呢，今年春节的最后一份五款的刮刮乐新品非常受到大家欢迎。来，可以看一下中间上方我们的电子媒体们，来，蔡总，中间，对，中间的电子媒体，后方有非常多的电子媒体朋友们，这次超级麻将七个头奖500万，超级七六个头奖200万元。接下来蔡总左手边的电子媒体，对，左上方，谢谢你们。也希望大家呢，从下个礼拜2月9号开始加码的13天，每天开奖都能够中大奖喽。来，我也询问一下现场的媒体朋友们，有没有捕捉到的？来，我们先看一下主媒体这边，对，前方官方这边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蔡总跟 Sandy， 不好意思，这边右边。这里，还有事儿，我一个台，来这边。